紧接着有请我们的艾瑞尔国际我们的负责人刘怡中。大家好，这次我们计划名称是多功能休闲游戏防水背包的开发计划。然后我们的产品特色是我们可以 A 加 B B 加 C， 所以像这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，它可以多功能组合的方式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借由这次的计划，然后我们还申请了两个商标注册，然后还有三个发明专利，而且我们非常荣幸，上个月我们已经获准领证了，所以这对我们未来专利布局还有专利开发是非常好的帮助。然后也谢谢宜安县政府还有工商旅游部这样的协助，然后让我们各自的计划圆满，谢谢。这次是多功能防水休闲游戏防水背包的开发计划，然后我们借着这次的开发计划，我们获得了三个发明专利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专利其实非常难取得，尤其专利分析型跟发明，然后我们是取得三个发明专利是实属不易这样。然后主要是我们的产品它的特色是它可以 A 加 B B 加 C， 所以它可以从一个扩充两个到三个，然后甚至我们在休闲游戏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在装置在摩托车上面，而且它也可以符合露营市场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地方它可以变成一个挂钩，然后它可以放置我们的杯子、调味料，或者说是砧板啊，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在露营的相对的那个用品这样。所以我们的 TA 是露营的、水上用品的，对水上活动游、水上游戏活动，还有机车环岛的客群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三个针对苏澳特色境内的景点，因为我们实在有非常优质的优质的旅游游憩的场地这样，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进行开发。非常感谢我们年轻人呢，能够勇敢的逐梦，把自己理想目标，然后呢，对于这次这个防水包哈，把它做得很好，这个可以一层一层一直加起来哈，这些年轻人也看起来很有创意，看起来就是。好看，啊，佫好用，这是上较重要吼，啊，耐用吼，又防水，太棒了吼，谢谢。得到专利哦，等，好，有钱，啊，咱所有这个庆余的故乡，赞，多谢。好，我们得到三项专利的艾瑞尔，赞不赞？赞。